真的不想再喝酒了，不想喝，太难受了。可是如果都不喝酒的话，酒厂就会倒闭，酒厂的员工就会失业，员工失业，社会就业的压力就会加大，国家的政治就会不稳定，金融体系也会因此而崩溃，从而引发世界经济的瘫痪，金融危机又将导致资源掠夺，进而引发战争，最终世界将因此而毁灭。想到这儿，吓得我一身冷汗。我觉得个人难受一点没什么，拯救世界更重要。我决定晚上再喝点。抖音。